能够让我们台湾远离核灾的风险，能够让我们台湾真正迈向未来永续发展的一个契机。所以今天我们在311日本福岛核灾发生满周年的时刻，我们发起了这样子的一个游行。好，我们发起了这样的游行。把这样的理念发挥出去，谢谢。无人世界无人核能发电厂去遐久的，啊，每年的追加预算总核市场当成前坑，所以我们呼吁马总统政府哦，应当要先来热马，这种高危险的产品哦，不要再继续下去。我们不要重蹈覆辙，希望全国人民站起来，我们要退核救台湾，归零救祖救子孙。就希望我们不要重蹈覆辙，因此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人民都站出来了，希望能够展现能源民族跟人民的力量。因为要河北滚蛋，对啊，对，让他们知道。你看，我最小的也都带来一些以后他们要住的地方。滚蛋合适，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干净的土地，要还给我们干净的土地。Russia Kosori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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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核废！反核废！救蓝鱼！救蓝鱼！任何
一个国家都不要这样的核废料，每一个国家都拒绝这样的核废。16年过去了，核废料头还是存放在兰屿岛上，我们的百姓、我们的族人继续遭受这样的一个恐怖的灾害。去年我们再次北上，请求政府将核废料立即迁出兰屿。我们身心受创的身心来到海达荷兰大道，只为诉说我们内心的苦痛，我们族人的痛苦。就这样，声音还堵住了我们的口。经历了30年，兰屿的孩子已从婴儿长大成人。我们的童年是在核能废料旁边嬉闹长大。4个月以前，中央研究院傅詹教授研究报告清楚地指出，兰屿核能废料已经外泄了。核能废料的外泄，台电还在说谎，一直在圆很多很多的谎言，而我们的达悟族民就是这样子在核废的恐怖阴影下继续的生活。30年了，辐射外泄已是不争的事实。若是我们亲爱的台湾政府再次漠视我们达悟族人的心声，各位同学，我爱兰屿，我爱兰屿，核废滚蛋，核废滚蛋。在10年前，民进党政府答应要迁离核废厂，10年后。政党轮替了，马团队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？他们依旧没有办法将核能废料迁离兰屿。这样子的政府怎么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呢？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离开繁华的城市，也许有一天你也会想要看见妈妈说的那儿是像天堂一样的想象。